那这几个羊带伞。看看小哥，喂了这么多面包给他那狗吃，还给他喝饮料。我买了一袋面包来，他自己不吃，就能拿来喂狗。你是有多嫌弃我？嗯。都瘦了。好轻没好饱。你看见这肚子都饿了。饿了你，饿了你就给他喂这个，等他吃了上火了。上火就上火呗。上火你知道吗？上火去弄点沙姜来就好了。哦，你吃啊、哦，吃完胖胖的，冬天就没有了。不要喂了太多了，我买这一包十几块钱呢，你又想一餐给它吃完去？这种天气买这种面包来谁吃啊？真的是。哎，狗吃这个狗，它肚子主要是太饿了，它才吃的。哦，不是小胖哦。我感觉你对它比对我还要好，我连一只狗都不如嘛，在你心里。嗯。今天我上街买了一包这个面包，花了十几块钱，本来是想着。到山上放羊，无聊的时候可以跟他两个人吃一点，没想到拿来的全部拿来喂狗。对我怎么没有这么好呢？哎，那不要算了哦，再见见。以后你不要跟我说话。再见见。过来。哎。吃饱了就是让睡着，一点都不运动。嗯。睡得还挺安逸的你呢。嘿。